你带我来酒店干嘛呀？从前是我吊足了你的胃口，你不是就喜欢征服的感觉吗？那好，我认输。吴东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追你就是为了这个呀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要为了我放弃整片森林。你从一开始追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 你呀！我觉得我完了，我怎么能跑了呀？做的挺好的，挺男人的。你说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想知道？嗯，这说明。 你真的爱上吴东娜了，所以我说我完了吗？难道我今后都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？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苏源的传说，那得多无聊！回自己房间好啊，别打扰我。我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，现在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咱们必须把酒言欢，好好大醉一场，好好聊聊。没空。 我这么委屈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事儿？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哎呀，吴东娜，吴东娜！